当侯秀达刘学长来，势必不是概括。东京上野集团这么大间的公司，应该是要由我出面，安尼才会当表示尊重嘛。干嘛呢？那恁问东京上野，若是想要跟恁本家合作，方冠姐姐若无经验，而对伊的信心，是来拍假假啦。无啊。 这伊虽然少年无经验，但是伊的能力，这是一百分的。伊拄仔出国转来了后，一出手，马上就标着淡黄金华区900亿的土地，啊，伊的同行、伊的前辈，大家拢真好乐意。啊，咱听个这个方冠杰，你开始袂歹。等等诶，也毋过你做大方营造当属长的即几年，总共真济。我常常听讲，你拓垦宝箱的工程款。 还佫有啊，你拄则讲的蛋黄精华区嘛是你四个去借钱，最后才标落来，安尼可见你的财务状况无好，这是我头一个问题。过来，阮东京上野想要伫咧台湾发展，嘛毋是头一天的消息啦，是安尼之前拢无动作，一直到顺发集团跟我有接受，你才想要联络阮。请问？ 顺发集团就当锁定，敢知影你要来？伊毋知，台湾业界拢知影，恁大方营造甲顺发集团的关系真好，你说私底下想要抢顺发集团的生意，你这种人我都相信，这是我第一个问题。不过小姐，我想要甲你请教，东京上野集团敢已经决定甲顺发集团合作啊？啊，袂嘛。 既然是安尼，是安怎阮袂当清楚的？做生意，就是爱看卖大家合作的对象较优秀，毋是干那排队买物件同款，大家拢了照了。彭董事长，我话就讲到这，你还阁无了解是？你上大失败点，就是无讲道理，毋知影分寸。恁大方营造问题遮尔多，你说想要咱怎解决？阮东京上也是无可能甲你这种人合作的。 所以，即摆你的意思是，你叫我一早都陪伊才远飞来日本，是来听你驾驶我呀？毋是驾驶，是爱你认清事实。恁大方营造，啥物案件会当砍，啥物案件袂用得砍，莫浪费时间啦。我相信你今日走即逝，应该感觉真简单。搁再讲，我认为是方冠杰，毋是你。 讲起即马即个时间，应该是伫咧开庆祝的酒会，咧开香槟咧欢喜啊。结果咧，煞变成我彭亚武一个人咧捂住啉烧酒。我彭亚武伫当时来变到遮尔鲁莽，较早国较散车，国较无钱的时阵。 咱三个人即摆若是搁做伙，咱三个人还是搁会当做伙坐伫迄只啉烧酒，讲天说地，啉。
成就该要求。安尼唔知我好哟。啊，之前咱不是讲要回去台湾，这代志处理安怎？哦，迄个医生真歹药，拢药袂着，我搁得安排啦。哦，啊，大家见识咧，讲了如何？迄是一间真无好的公司，比顺发搁较不如，完全无合作的机会。这尼无顺利哦，啊，其他建设公司咧，你敢唔在考虑？目前也无啦，也毋过我有请小黑去找资料啊。嗯，我是咧想啦，不如咱就返来台湾找好啊。咱家己亲身哦，返去台湾调查一下，毕竟咱要来台湾发展嘛。咱家己亲身去调查，总比人送资料来，咱会搁较了解状况啊。无需要。嗯，啊，你是安怎啊？直接记住我，是安怎哟？无啦。我是认为看病就看病，我无希望你阁无闲工课。袂啦，予医生看病浪费偌侪时间呐！啊，回去拢要返去台湾啊，拜访几间公司也无啥物负担嘛。拜访公司爱联络、爱开会、搁爱应酬，迄是真忝呢。我希望你着单纯返去看病就好啊，你家己的身体你家己真清楚。若是伤忝，你搁去读较疼，安尼看病敢有意义？工课的代志，就交下骹手人去做就好啊。小黑办代志的能力，你我拢当放心。就等伊个前置作业做好，咱最后再做决定就好啊。我要紧的是你的身体，咱拢安尼平平安安过二十八年啊。我希望你能健健康康，陪我过第二个、第三个二十八年啊。第二个、第三个二十八年，哎，啊，咱两个人变作妖怪啊！我认真，恁真哩无正经啦！无啦，我嘛是讲真实的啦。好啦，就照你意思，拢听你的，好。是要安怎？柜台唔肯讲，阿去才叫伊带倒一间，咱总袂安尼一间一间找啊。梁记，问何不信，就讲咱是阿去社长的朋友，我哩甲探听下着。邱董事长。哦，伊实在有够贤弟呢。真正是阴魂不散。我叫伊伫咧外口看，就是惊这种代志发生。你应该无去让伊看到吼。真好，你星期拜，我该讲安怎做。需要不注意到，还是让我邀请吧啊！别讲我，别讲我，我家己的桥，恁所有人拢看我无，我无需要恁甲我斗相共。无小心摆脱，你包厢几号了？来，我上等你啊。真的真心阿伯你是安怎这回哎这回阿伯照片的相片用大理欣赏我想到咱做兵迄个时阵，咱大家在凑熟识，啊，互相拍无顺眼。想到即摆咱竟然是三个结拜安尼，做伙做生意拼趁钱哦。啊，果不离将啦，男生为叫生活逼着啦，你想啦？
咱兄弟要咁需要，走这么远来这种所在来这讨食，啊来这无聊。大爷，救我！救我！我总是看到你啊，你这么好我，我真的真想你。神仙，还是你认得我啊？认不得我？是啊，你。你是不应该拍我，你应该将我当作是迟婚人，将我当作是冤仇人。不过，至少你啊，我从这二十几年来，我心内感受，互你知影。这二十几年来，我心内就痛苦。这二十几年来，我的心拢在滴血。先生，你这饮醉啊！我找人来斗三工，好。我求你啊！啊，既然你来啊，咱就该话好好讲。我才讲你吃惯我，虽然讲这二十几年来有冤枉，总是要改观的好。我跟你回去嘞，对不起你。我万福，你我跟你回去嘞，我跟你回去嘞。我讲，你今仔啉醉啊，拜托你别安尼，你紧起来好不好啊？你只要肯原谅我，我马上就起来。好好好，我原谅你好不好？我拜托你紧起来，你包出贵，我送你回去，安尼好不好？咱三个人是天天滚面头前，酒泉一世人的结拜兄弟，我竟然安尼对待你。阿娘，你先别怕吧，你怕我，你怕是我独行，好不好？你怕我，我怕我，你这把谁冲向啊？你谁冲向啊？你别怕我，我敢你怕我敢你，我怕我敢你，我敢你怕我敢你，不敢怕我敢我，你敢怕我敢你，你走，你谁冲向啊？我怕我敢你，我怕我敢你，我，啊。啥子啥子？小伟，你来多少货？这人唔知多一个包厢哦，伊啉烧酒醉啊。咱找一个所在哦，我休困一下啊。啥子啥？先卖管伊啦，他即马副社长人真无爽快，熊熊咧胃疼呢。你赶紧转去个看卖下一个啦。啊，那熊熊胃咧疼，好，我先转来。是讲这个人吼，啉烧酒醉。人怀到你家，你这服务人员哦在斗相共，我先等下报销啊。嗨。丁辉，哎，王师兄，那是杨德烈呀。最难的呀，叔，根本不会点名，我养母的包厢都已经给。养母，养母，不要紧嘛，咱今晚睡在平啊。